你好。首先请两位队员看一下这个气球，三种颜色气球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它的寓意。寓意蓝天白云。对，三种颜色，红色、白色、蓝色。对，和我们的航天有相关性。红色呢，就是不知道你们两位看不看过火星救援。火星是整个红色的土壤，然后包括外星人经常是用红色去描述，所以它红色代表一个地外的文明。那么蓝色呢，就是很明显象征我们的地球，生机勃勃的地球，生命。蓝色。白色呢，一般咱们看科幻片的时候，航天服是白色的啊，像你们两位队员穿的其实也是航天服的这种配色。所以今天这个三种气球就是预示我们训练活动的一个基调，一个科目啊。对，那我们训练什么呀？下面请两位穿上护具，是为了保证安全，然后我们措施啊。对，穿护具啊。先给男士穿，男士先上，可以先那个就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没事，我先给你试一下。对，你看看先能有什么情况发生吧。别，我试完之后你不敢上了啊。你现在就第一个环节是要把我们吊起来。第一个环节就是气球吊在身上，然后会让体重稍微有所减轻，但是没有达到能吊起来的程度。就是说给我吊个气球。对。然后呢，就这个你看都拉着，就意思就是别把气球往回升上去了。是的。就是别人重的你拉下来可能就会轻了。是的。慢慢你得轻，这个意思。那怎么来升天吧？升天吧。李露平。来了。这不是一个气球。对，舞蹈权再见。这世界很酷。